蛋出来了吗？你可别胡说，篮子里怎么可能会长出鸡蛋？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宝贝，你别害怕，今天让妈妈给你抓凶手。他会魔法吧？是妹妹。婉儿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外婆给的土鸡蛋。外婆给的？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宝贝，你怎么又瘦了？外婆，我没胃口。不好好吃饭，长不高哦。外婆给你的土鸡蛋，好好补补好身子。就是这样，外婆带我去鸡窝里捡了好多土鸡蛋啊！我也想分给哥哥吃。宝贝们，想长高要多吃牛奶和鸡蛋哦。今天你们吃了吗？